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大家好, 我是 Dan. 女团一姐 昨天在妈妈颁奖典礼 公开的新曲《切小》回归了, 而在专辑发表后 就创下了韩国专辑排行榜日间一位, Box音乐网站实时排行一位的成绩。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一姐新曲《切小》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JYP娱乐终于清醒了吗？ 歌怎么这么好？ 歌曲不怎么样， 没有大众性， 也没有艺术性， 一点都不特别， 什么都没有。 歌曲是好听， 但是 MV 很像是什么中小公司的 MV 一样， 我还觉得为什么歌曲无法让我击中。 结果不看 MV 只听歌的话， 会感觉更好。 一季的歌曲， 每次都是看完舞台的话， 会变得更喜欢， 但这次就不知道了。 歌曲有点单调， 舞蹈也有点无聊。 本来很喜欢一季的舞蹈， 有点遗憾。 听完前奏后起鸡皮疙瘩， 是在他啦啦啦之后第一次。 在音乐节目打歌的话， 应该马上会走红的。 为什么都没宣传？ 歌曲很好，但是大家都好像不知道回归了。确实很多网友们都表示，因为没有看妈妈，所以根本就不知道一季回归了。对于一季的新曲《切小》，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无法忍受自己歌曲的IVE成员们。 在妈妈四代女团的合作舞台， 其他爱豆们表演IVE歌曲11的时候， 站在后面的IVE成员们 忍不住也一起抬头的样子， 让网友们爆笑了。 啊，太可爱了，科科， 身体先反应了，科科， 练习了好几个月， 所以变得一听到音乐 身体就会反应的， 很像动物森友会里的动物， 好可爱，科科科科。 因为妈妈的运镜真的是，所以给大家准备了一下 昨天收到很多人气的四代女爱豆的几个动图。 And...